我会为无力自保的人挺身而战，赞达拉屹立不摇，部落的代表。 面前的是神王拉斯塔哈，瑞赞赋予你力量，事情是你惹出来的，你去收拾。小老百姓，金尊命令一定照办，只是根据我的预示，杀死沃尔詹巴的人不赦，那就带着这位部落代表一起去解决事情吧。啊，很好，他们总算证明自己有点用处。 曾经狂野过吗？为了妖术之王拉尔，就在台地的另一头那儿。记得，把我臭骂他两句。你来赞达拉有什么事？ 远了，我要先找个目标。
就像我说过的，我的废物，搞不好现在没那么强大了吧？去吧，小家伙，去找诺加诺，就是那个叫你杀我同类的家伙。快去咬他，我就让你变回人类。我的小雨冠龙，要小心蜘蛛。我虽然是秘密之神，但是雅兹玛可是间谍夫人，她老是在我的领土上留下一堆间谍到处跑，四处猎捕我的孩子。愚蠢的雨冠龙，你要死了！你好啊，有钱人。你要出门找东西的时候，把自己的家当再靠近一点。
我现在没有目标。想跟恐龙一起翱翔天际吗？他不会永远抢先监视你的敌人。罗迪的方法比较脚踏实地，我还是喜欢飞行的视角。我会告诉你最好的位置，你就负责把钢哨图腾给丢下去。几年前，这里因为大灾变而震动，北边市我们就是在那个时候接触到鲜血魔法的，这跟低等部族的小把戏可不一样。我们的防御减弱了，塔兰基公主一直在要求增加兵力，她父王没有及时采取行动，于是她决定去找部落。都有越来越多赞达拉人沉迷于那些纳兹米尔异端所传播的鲜血魔法。事情不太对劲。我感觉到赞库尔内部有股强大的力量，你去跟罗蒂单独谈谈，告诉他一切的根源可能就在赞库尔内部。
天空就是我的双眼。套一句我的罗雅常说的，走开。我离得太远了。太远了。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居然选择用这副模样走来走去，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
姐姐。你还是不能提到我姐姐。我侍奉刑太的主宰刚克。刑太的主宰，同时也是狩猎之王的刚克，是位相当强大的罗雅，他能赐你力量，让遍及城市各处的图腾加快你的移动速度。前提是你喜欢跑步，如果喜欢飞行，就该见见万峰罗雅帕库，他的图腾比较少，但能提供遍及全城的飞行捷径。曾经狂野过吗？谨慎选择。我就知道你会做出正确的选择。过来这里，我会带你飞去见帕库。台阶前为我立起雕像，这里的食人妖就会知道事情跟我有关。你来谈条件的吗？
请说明你来这里的原因。我们会捍卫这个王国。要开打了吗？我是完美的食人妖。时间就是金钱，朋友。来吧，买东西，逛一逛，闻一闻。你想买什么？为了部落的荣耀。最近怎么样啊？有话快说。我要
很多幸运星，想要吗？赞达拉永垂不朽。你来赞达拉有什么事？一切小心。费心去管那些不重要的小事，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谈。我誓死保护王室的安全。我是侍奉间谍与毒药罗雅莎德拉德纳。是吗？愿罗雅带给你好运。
赞达拉屹立不摇。你来赞达拉有什么事？我为赞达拉而生。我没时间听你废话。我有说你可以走吗？你好啊，一切小心。我不能攻击他。我也曾经是个像你这样的冒险者，都喜欢年轻小伙子，然后我就变成了环游世界的故事。我们说不定又会在战场上相见，不管是肩并肩还是背对背，完成不同的挑战，还是以弱敌强，先来个简单的挑战吧。引导乐乐，是不是很简单呢？你能够带乐乐找到宝藏，然后走到终点，并且避开他走过的路吗？做得好。知识才是最宝贵的财富。不过，我还是收金币和有价值的东西。是奉谁的命令来跟我说话？快滚吧！知识才是最宝贵的财富。不过，哦，你好，妈妈要我赶快回家。
最近还好吗，朋友？放轻松。知识才是最宝贵的财富。不过。重点是过程，不是结果。这么快就要走了，
太远了。你需要再靠近一点。我要先找个目标。我需要目标。不能拾取这个物品。
愿罗雅保佑你一路平安。罗雅为首。请说明你来这里的原因。小事就没有必要去烦国王了，我会告诉祖尔，他会决定哪些事情需要向神王拉斯塔哈禀告。现在没有目标。信的是哪个罗雅？听说国王很信任你，请代我问候国王。小心。